今天比赛开始，看守老弱和进攻第一个插板球为进，十一号中锋进攻篮板，回到篮下一个拉杆，要到犯规。十五号龙推了犯规。Thank you.
三分出手的进行二十四号走板。李秀出手，还是危机，没有快攻机会，传球失误。下一步跳投，还是危机，十一号防守了吧？好球，队友！两步上篮，再拿下两分。